那什么，我刚才正找你呢。啊、今天呢，我有点事儿合计，兄弟，这事儿啊，你今天当班，我合计找你帮个忙。是，找我有啥事儿啊？我这一天我这多忙啊！我现在就正巡逻呢。啊、哎呀，再说了，我现在啊很忙，我学习呢，你知道吧？咱物业新出了个保安新规定，我这天天背，天天背，我这背的脑袋呀有点迷糊，哎呀，眼睛啊也有点花。你看看，四哥这回就来对了吧？怎么的了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呐、啊，经常玩手机时间长了，脑袋瓜子就容易嗡嗡的，知不知道？这个时候脑袋累，眼睛更累，眼睛就需要一个保姆。四哥给你带个好东西，来一盘叶黄素咀嚼片，觉出好眼睛，看见真心人。等会儿，别起哄。你真是个有心的人呢。嗯，这小品刚开始就过来打广告来了。我就过来看你，别整那些没有用的。我行，我放井里了啊。说吧，啥事儿？是这样。嗯。我呀，今天想和黄小黄表白。哎呀呀呀！这个事儿你得帮我。等会儿，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啊。咋的？你表白你跟他说呀，我这嘴多笨呢，我这根本就说不出来，是不是？拉倒吧，就你这小嘴噼里啪啦的，多厉害呀！还你嘴笨，现在小区里边人都给你封号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知道了。知道了，说你是保安队里的大鹦鹉。咋听的？什么叫保安队里的大鹦鹉呢？那是啥呀？人家说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。哎呦我的妈，彦祖啊，你要有空你就帮我剪一剪行不行？我这都好不容易摆的，你们干啥呀？一人来一脚啊。不是，这啥意思啊？你这是你就干啥呀？啊，我这没看着啊。你说说我这捂脸呢，你说说你摆直了。摆直这还有个空的，是咋回事啊？不是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非常简单啊，一会儿你配合我就行啊。咋配合你啊？看着没，这一条就是我为黄小黄精心准备的烛光大道啊。一会儿黄小黄来了，就能在这个温馨浪漫充满幸福的大道里向我缓缓走来。完美，完美！你啥意思啊？给我累成这样！对不起，小区里不能点火，这是规定。啥规定不规定的？就咱哥俩这关系，你就让我点了呗。咱哥俩这关系再好，你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点火呀，这多危险呢！再说这片归我管，就是不归我管，你也不能在这点火呀。不是我点不点，我都准备了。如果要没有这个，我怎么给小黄这个温暖的光线呢？你不就是想给小黄营造一个浪漫的气氛啊，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光线吗？对，你只要不点火，这个忙我帮你。你帮我？必须帮你。给你营造出温暖的光线吗？行啊，行，我信你啊。然后那个小脸你看啊，啊，他从这儿走过来以后呢，哎，等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的时候，嗯、啊，你这样啊，来，哎呦我，你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推出来，看着没？对，这个音响，到时候啊，你把这个音乐给我推上去，让整个气氛燥起来。对不起，我造不起来。我告诉你啊，小四，你这个音箱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，这音箱要是像你说的顶上去造起来，那完了，整个小区的人都不用睡觉了啊。你这属于扰民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凭啥做不到？我这怎么整啊？别着急，不就是放音乐吗？啊，你把这个关了，到时候我用手机给你放。不是，能让他听见不就完了吗？你能让他听见也不行啊！你那手机里的音乐跟我这曲儿都不一样啊！我还有个绰号，你不知道吧？
啥呀？中华小曲库。行，小曲库，然后这个气氛不就拖起来了吗？到时候你看我的手势，我只要这么一比量，哎呀，你就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放下来，看着没？黄小黄，我爱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，拿回去。对不起，小区不允许乱贴乱挂。你想咋的？对不起，小区不允许随便弄捡起来。你说我这都准备了，你不让我办，我啥给？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急了什么呀？这事多简单呢！我不让你贴，不让你挂，我有办法。到时候你要需要的时候，手势一上，我叭一给你撑开，你看看，那气场是不是？来吧，三项明白了，开始整吧。你等会儿，干啥？没完呢，这些都只是铺垫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四项，还有第四项。我给小黄啊准备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大惊喜。晴天霹雳大惊喜？对。怎么个大法？就是这三项都完成了之后哈、啊、你那什么，你把这两捆的烟花给我放开，就到时候天上就这个礼花就特别绚烂，我就不信小黄他不感动。你感动一个你给我试试。那你感动，你咋那么感动呢？你啊，又咋的了？又咋的了？蜡烛我都不让你点，我让你放炮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小区说过了，无论是谁啊，就算是业主，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燃放烟花爆竹，不好使。不是，哎，小脸儿，你理解理解我呗，我现在都老难了。你老什么难呢？别着急，我有办法啊。这样，小四啊。你捧着这两捆烟花，拉着黄小黄的手，然后你就回家，你把门关上，在你屋里放，乒乓，哎，那看着真灵啊，那还挺上一边的，对吧？干啥？搁家给他点着了，不给我家崩着了吗？你看，这时候明白了啊，你在家里点容易把你家崩着了，那你要是在这儿点，你不把整个小区崩着了怎么办啊？多危险呢、啊！这绝对不行啊！脸儿啊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真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，我都老难了，你帮帮我呗。你到底怎么难啊？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呀前一段时间跟小黄关系处得挺好，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不浪漫不搭理我了，现在我是打电话不接、发信息不回、我合计给他朋友圈点个赞吧，还告诉我你的朋友只为你显示半天的朋友圈。半天是啥意思啊？就是把你删了呗，是吧？是的，所以我才在这儿堵他下班儿嘛。我这样，小四啊，你前面说那一二三项我都能帮你，但是最后这个晴天霹雳大呲花，我有点合计。你还合计啥呀？这都快来了，你啥呢？怎么着？小区搞活动啊？来了，上。下班了啊？啊，怎么的？在这儿专门等我呢？啊，有点心里话想和你说说。那你说呗。就是我感觉，在我说话的时候，如果有点温暖的光线，就更好了。小四啊，这就是你说的温暖的光线呐，这也太温暖了吧，是不是贼暖和？你再不拿开，我脸上妆都要烤花了。这就是你刚才答应我的温暖的光线呐，小太阳威力无穷。看我干啥呀？我看你干啥，都给我烤懵了，我下边应该干啥了？音乐啊，对，那个小黄啊，就是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啊，用言语是无法表达了。那个，其实你在我心里就像是一首歌。
我舅啊。哎呀妈，你说你这打的也不是时候啊，你先等一会儿啊，我忙呢，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。老舅。小四啊，嗯，这就是你的心声啊。那个小华，这个不是他的心声，那是你的心声呗。是我的铃声。你就别解释了，越解释越乱，咱这盘都过去了不行吗？行，是这样，小华，就我啥意思呢，就是用语言和歌曲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这个感觉，都是苍白的。我为你，就是我都写下来了，你自己看吧。咔，你看。乐了，乐了，这是高兴了。小四啊，你要是觉得我像呢，你可以发一个微信。你没必要搞得这么大，还让人举着吧。咋的，感觉肉麻呀，不好意思念是不是？给你念不就完了吗？这有啥的，黄小黄就像老鼠。不对呀，差几个字啊，这贴的有问题，你咋两半贴的呢？这还呀，不是，你看误会解开了，这不还有吗？爱大米，这我爱你吗？你爱谁爱谁。大胆，不要爱大米。赵刚子不收拾死你呀、啊！你给我有多远上多远去，行不行啊？行了，我上一边去，行了吧？不是，我就走了，咋？站住！不是黄小黄啊，你别生气，我跟你说是这么个事儿。说啥？不是，他呀，小四真给你准备了几样惊喜，头三样我给搞砸了，但是第四样，他要给你来一个晴天霹雳大惊喜。我不想看。不想看啊、哦！你要干啥？来，你要干啥？他就对了。你要干啥？干啥？往上提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你要干啥？哎，你有想法，我就有办法。我告诉你，来，你瞅瞅，控制住啊，小四。干啥呀？来，开始你的晴天霹雳大惊喜！我还什么晴天霹雳？你不让放烟花吗？听着啊！蹭，荡，蹭蹭，荡荡，蹭蹭蹭，荡荡荡，人哇哦棒，哇哦光。烟太大呛着了。那个，你要是换个思维想象呢，他最后一响啊，可能是个蔫儿炮。哎呀，行，小四你行，你太行了。我认认真真对待我们俩之间的感情，我认认真真体会我们俩之间的感觉。你在这干啥呢？耍呢？玩呢？我不是要惊喜吗？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呀。放花是吧？放，可一宿放。啥意思啊？嗨，这还听不出来？让你可一宿放，成了。是吗？这确立关系了，这是没毛病。这事儿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，小脸真的，我得送你四个大字儿啊。哪个？你啥也不是啊，你呀、啊，怎么就什么也不是了呢？那你告诉我，你是啥？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。什么保安队里的吴彦祖啊？你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吃的大俘虏，你、啊、谁的大俘虏？哎，大晚上你俩吵吵啥？弟弟来了哈，你来的正好啊。嗯，于小脸啊，坏我好事儿。谁坏你好事儿啊？我还没说你呢，你说你在这整的皮儿片的，到时候不都我给你收拾啊？坏你啥好事儿了？我看你俩配合的挺好。啥意思啊？蹭荡，蹭蹭荡荡。好了好了，这么
你都看见了？看见了，你俩这花放的多好啊，又开色儿又环保啊。你看见了，正好啊，你给我评评理。嗯，你说如果真按照我刚才的那一个步骤下来，黄小黄能感觉不到浪漫啊？我觉得吧，这事儿于小莲做的没毛病，是不是？他不让你做这些，是他保安小区的职责，这都是危险的事情。我觉得哈，小帅，你今天表白失败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你不了解女人。其实浪漫很简单，比如她喜欢苹果，那你送给她一个大苹果，她就很开心很满足，这就是浪漫了。好好体会一下吧。你说的太好了，你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呢。我还真是不太了解黄小花，从今天开始我得好好了解了解他。嗯，我得先知道他喜欢什么。嗯，是不是？加油加油。我好好想一想。你想想小花，你想想。哎，别帮人家了。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我还不知道你喜欢啥呀。其实你不就喜欢听歌吗？其实我心里面也有一首歌要送给你。你呀，就好比那首歌。妈妈，我就好比你的母亲呗。于小莲，记住了。不是老舅啊，你等会街坊邻居帮我看一下，一会儿我就回来收拾啊。喂，哎，